近海的海况相对于这个远海，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发射作业。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船可以当天到当天回，不像以往要在海上航行几天的时间，这个使我们的这个发射周期得到了缩短。我们长时间火箭有能力根据这个卫星的需求来设计这个具体的发射方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常态化的海上发射能力。